又玩电焊工，那不玩电焊工能行吗？玩一把电焊工，真的，这电焊工啊，这把必须这个电焊工得支棱起来了啊，兄弟们！点，Q 炸走了，点划了我呀！点，我不补刀，你也别补刀。Q， 哎，插眼炸，点 ，Q， 折磨他，你还哎，点 ，Q 炸，这是有意了，这是。没事，躲个外圈 Q。我靠！哎，这也行？这 Q 没躲掉？我的天哪！妈呀！这我是没想到的啊！这外圈 Q 没躲掉啊！哎呀，脑淤血了，这波啊！怎么都没躲掉呢？他成功的用他的傻招击败了我。滋啦呀！事实证明，该补兵还得补兵，这不是补不补兵的问题，这是他生了，你知道吧？没操作好，这属于我个人问题。我们两个技能，他没有技能，你想一想，正常应该玩死他，为啥没玩死他？因为 Q 没躲掉。没事，接下来我们将用更深一步的折磨来折磨他。哎，就是杀完我们就有点肉了，你知道吧？就可能会有点打不动 Q， 炸，就会有点打不动。就怕这种肉，你知道吧？用硬血量来给我们耗血，最好是这阿木木能来一下子。Q 炸，滋啦，点一下，再点 ，Q 炸，点，滋啦。你看，折磨他，点 ，Q 定炸，啊，滋啦吃药 ，Q 闪现，哎呦我操，什么东西呀、啊、这是，滋啦，不能再被他拉了啊，再被他拉就完了这。这波咱得猥琐一点了，稍微。哎，我想一横向补这几个兵，他不让我补，讨厌呢。来个人啊，滋啦 ，Q 炸，点你。呀，学错技能了，算了，那滋了他一下吧。你看，如果他没有这个燃烧宝石，少这200滴血，现在他就是80滴血。那阿木木能不能来一下子？完了，他疾跑好了，我操！我疾跑没好，哎，头痛。这可咋整？有点蝴蝶效应，不好办了。第一波死的不应该。这可怎么办啊？有点压不住了。下一把倒不用，
就是可能会打得比较难受，因为又打不动了，他又幼起来了。这波整回家以后又出点护甲吧，看着又打不动了。本来我们前期就不是那么很好打人，打人就不咋掉血。法玉吧呢，你要干啥呀？365，335，没事，他没闪，只要不要他被他拉就行了。哎呀，这玩的游戏玩半天也没个人呢，这上路啊。你看，有点打不动了，我蓝都打没了，打掉他半管血，你发现没？哎，你终于知道来了，小伙子。哎，人头还不是我的，我要吐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蓝林汉呢？你抢人头的技能啊，抢人头的功底不行了，最近啊，我得批评批评你了。最近这抢人头确实是不太厉害了。回家了，这家伙定滋啦点 Q 炸拿下，这为什么不让增强啊？增强 Q 啊，这把打上单增强 Q。我已经无敌了，由于阿木木过来帮我们干开了一波，变相的直接无敌了。鞋买不了，不让买，滋啦，等一会儿啊，等个30秒，等个20秒就有鞋了。嗯，好样的，小伙子！我说了，你游戏结束。你可能不明白什么意思，现在你明白了吧？扣一对点吧，这把，这把扣一对点，因为我们是打上路的。又劣势啊！哎，这电焊工是不是有毒啊？怎么把把劣势啊？这个英雄好像有点问题，我发现。
撕了，抽定，炸，拜拜。滋抠炸滋了抠炸滋了抠炸点滋了抠炸定滋了马上有大啊！跑过去吃果子，来吃。给大，定，抽炸，再见。上头。哎，先把塔皮吃了。把塔皮吃了啊，走了，回家。我们95，马上变形，滋啦，抠炸定。哎呦我操，这么肥！哎呦哎呦哎呦呦哎呦呦，快速回城吧，没关系。我没寻思他能打我这么疼，你知道吧？我寻思他一个抠。我定他一手，他被晕，他一个三环打不死我，正好跑。我都没寻他能打我这老些血，好痛啊！怎么换路了？交个疾跑就走了，疾跑走不了，得交闪，交闪现能走。这怎么没有石头人呢？天，天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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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因为我闪现打个石头人活一手，没有石头人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艾克杀我是真好杀，三下一个，哎，有点肥呀。700块钱，1000。赶紧来个鞋吧。谁把石头人打了呀？还好红没打，可以接受啊。这把也挺难打的，本来我跟这落手对线对的好好的，你知道吧，啪一个换线给我们整的吧，我们连死两把。这落手呢也起来了，艾克呢也起来了，哎呀这膈应。来个人来，有舔没有？可以打。打不死就聚聚，还行。螳螂来了，不过打死了。哎呀，好难打，怎么这么难打呀？我天哪，这个时候螳螂又来了。哎呀，这节奏真的是好烦。哎，行。
这役还能清兵，这个一清兵升十一级，两级大招没啥问题呀、啊。也不是两级大招吧，正好升个十一级，我先就升了呗。升级伤害还能高一点，一清兵有啥问题吗？可以打，斯拉克扎维恩，哎，维恩还是泰坦杀的，这还有闪。艾克太肥了，艾克有点肥，艾克一旦肥起来呢，我们就有点难打。No. No. 怎么有个邪怒的邪手诺手？谁知道呢？哪来的诺手啊？有没有蓝？打个蓝。先杀维恩啊！不行，我得追他一波，上头一波。可以了，来等一下。哎，这维恩不过来呀！这个维恩，这维恩好贼哦，他不过来。我在等维恩，一直在等他，他不来。没有眼儿的那个位置，四楼那个位置不可能有眼儿的。我也来个美甲的窃魂卷吧，不行，不行，我们得来个美甲的窃魂卷。这个窃魂卷啊，是我们的翻盘点，把它除了。这把有小法，小法玩的还行，就是 ADC 菜了点，阿木木也有用。我们来个窃魂卷，让他们去针对针对小法师。斯拉克炸，我操了！哎呦我的妈！可吓死个人呢，可真吓人呢！这艾克怎么回事啊？吃药了是吧？会不会这样式的？没完了是吧？自从换路以后，这人就开始什么疯狂干我，你知道吧？小伙子，真不是我说，你可能要死。啊！我的人头，我气死了！我们疾跑都开了。哎呀，好烦！他不给人头，他不给人头，
我美甲窃魂卷少两层。哎呀，好烦啊！真的，这 ADC 拿人头干嘛呀？你说这把他拿人头又赢不了，滋了一下。我拿红吧，要不我就真的觉得这个女枪拿东西没有用，我觉得没用。他现在拿红一点用没有，还不如我们去减速减速。说实话，不过索性这个女枪她想玩，她想赢，她要上大分呢。小法师先走一走，来来来来，往右边走一下啊。这个死了就死了，没关系。他打我真就闪一下，真的就只要闪一下，这个艾克。我操，就闪一下。不整点魔抗不行啊。二百刀，14级，15级。这种刺客是真他妈的克我呀，就是没啥办法。我现在整魔抗吧，我还没伤害，我整个巫妖伤害不够。抓他，阿木木，快点，你干啥去了？快过来呀！哎，哎，这种莫杀呀，兄弟呀！又开始了，真的真是又开始了。没人，算了吧，他交闪了。不行啊，这种后期发育英雄。疯了，这是什么？是不是疯了？不是不出巫妖，我是没有钱出，兄弟，我是真没有钱出。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？这是啥呢？我们线上吧，雪球滚的不够大。这个英雄呢，这个需要发育发育。别人呢去杀我们家队友，哎，杀起来了，他们就开始杀我，我们活不下来，活不下来就没续区，队友也没续区，阿木那个打野呢又不玩游戏。又是泰坦下当的，哎呦天哪，你给小法也行啊，你说打野又不好好玩，这泰坦一共拿俩人头，全是大人头，这可怎么翻呢，这兄弟。
不过别急，一切皆有可能，我跟你们说。有 bug 玩不了。没关系，一切皆有可能，问题不大。我们家控制比较多啊，这边三条龙，马上四条龙，一切皆有可能，应该是不太可能了。这个艾克啊，有点东西的。我一共玩了三把电焊弓，三把全劣势。真的，我就没有一把优势局儿。这英雄可能有点问题。小法有伤害，还可以，帮我们先垫一垫。控制多，有的翻，就是怕他们不好好玩。这个维音用大招，用闪现杀我们家泰坦，可以杀，让他杀。你要干啥呀，兄弟？我都不知道你要干啥。炸！滋啦！没有伤害，你看见没？我出完女妖的没伤害，我出完女妖的艾克不杀我了，人家贼尖，很难搞。很难翻，这把不好翻，先回家。出个那啥，出个药光。我死死吧，没事，把艾克杀了就行。有勾没有？勾一个。这我们这几个大招杀一个人不合适啊！啊，有水银，甜可以。小法师别死啊，保下小法师啊！俺们家也就小法师能有点用了。出来刮痧刮痧，水龙龙魂，那泰坦不敢开团，我们开团又死，死完以后又没伤害，死局了。僵局，你们可能没发现一个问题，每一回的团战都是我们开的，你们可能没发现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的所在呀。每回都是我上去勾引着艾克，这艾克干我，然后我们他家团战开起来，要不然就开不起来，也没有人先手啊。木木也不舔，泰坦也不勾，就僵着，僵住。
那不是我就我走最前面，那我你说我不去勾引那艾克去，要不然这艾克美甲窃魂卷现在能零成吗？你觉得？你觉得他杀人书能零成吗？他之所以杀人书能零成，他就是每回他都老杀我，我把他技能全给他打了，他没有技能了，小法师把他秒了。给大给大给大，小法死了。你瞅那泰坦跟那阿木木就没有人儿，不知道人儿哪去了。然后人打完了，这个泰坦直勾勾的，放技能，我勾人去了。你说那螳螂被困的时候，随便来个人舔一下、勾一下，是不是那螳螂都死了？你瞅那艾克像疯了似的就，你回回都秒我。人家家最会玩的杀我们，然后我们家剩下的都是傻子，哎呀，这就没个整。现在是3点钟啊，3:09。